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华德，来往我们的天地节。今天是4月17日，4月17日是礼拜三。啊，今天晚上没玩，完全没玩，所以我这个还缺吧，往年还缺，完全没玩。现在已经是半夜了。好惨啊！解决的方法就是双开啦，双开自己帮自己的小号支援吧，好像可以赚200吧，忘记是多少了。以前有干过这种事。嗯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猪过河好了，还有8天。我都刷那个低阶的啦，然后尽量把东西都还完了。只是尽量，还很多没还，体力不够嘛，每天都把体力瞬间刷完。然后我这边后面的，这个他这个设计按上页就回去，你不自觉就想按上页。看一下，这个通关了哦。这个成就没有拿到啦，3回合很难啊，对我来说。我试试看好了，我现在试试看，上阵一年不超过4的，因为我这个下面奖励都没拿，这个都没有拿。灵运石我比较缺啦，这个都还好，都可以换嘛。我先看看我打不打得过好了。这个你不能上那个。好友啊，不能上好友，就变成说很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的那个，你要上回合打败他，表示说，他有一些机制啊，就是你要先把小兵杀掉，然后再杀这些有的没的。我换一下吧，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一招，我喜欢用飞的，要赶路用。这个就月初玩了一下，然后之后就没玩了。这关的机制就是他现在这样讲啊，你要打天兵6只，他才可以去杀他。然后他刚好又是这个绿属性的，我可能要上红属性的吧。天兵1只2只3只4只，后面有2只，杀天兵之前你要先杀小兵啊，所以就很麻烦。有没有？你想杀天兵，得先杀小兵啊！都别争，我先上。横枪腾龙，会不会太冲了？试试看，打不过再说吧。4回合，把他干掉有点难啊。虽然他们50几，但是这个机制在这边。搞不好应该先上个蓝烧啊！一人一枪，蓝烧有没有办法扣拿血啊？一人一枪，不行，蓝烧也没有用。何为正道？我这边，我可救你。我一样只能先去杀旁边的小兵。因为这是打不死的。都别争，我先上。
就是他的那个减伤程度会随这个小兵而降低啦。我杀六只欸。目前我杀了两只而已啊。好，可以啊，靠这个萧贺分开解嘛，然后待会就是看可不可以那个上四只，四只应该也是可以啊，上四只过应该可以，因为有萧贺在，啊，应该可以的，他还差一只，下一回合我们把他打到那个 HP， 我看一下哦。哇，三回合，也就是说这一回合就要打完了。他跑了，可恶！他跑啦，竟然给我跑了！剑石领命，先上 buff， 长枪如龙，只能靠我们剑邪啦！完了，完了！完了！哎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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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那可以，那可以，那这个成就拿到了。啊，我是怕一下了。开门迎客。啊，当然我们还是要过关了，我们还是要给他过关。那下一个那个上四只的，我就自己来解吧。主要刚才是靠萧何，萧何反击，然后加灼伤，把他们给烧死了。好，可以啊，过了过了。为何要见人前？这个我就是上阵四只吧，哦，上阵四只，自己再来解一下。这个也是复刻活动啦，所以这个还没有全过。然后这个是六十五位阶，我当初就说我好像打不过，因为六五啊，我试试看。因为看到六五我就退出了，我就觉得没希望啊。但我现在不怕，我有萧贺，我有萧大哥在，有萧大哥。哎哦，这一关是。这关是无人阵亡，全身而退，就是一直跑吧。然后收集青螺。那你要过关的话，要击败他。击得败吗？剑石领命。击不败啊，六十五塔难打，打不动没有？不绝，打不来动啊！先杀小兵算了。不绝，我可助你。这就是六十五位阶的威力啊！算了，放给 AOE 算了。真痛！我们用烧了，把它烧死吧。又刚好消克他啦，哇，还好他那个先打我，不然我就没有护卫。剑石领命，
就打在这里好了。血债血偿，开门迎客，我可助你。晕他！开门迎客了，万象盛景。这个冷却一回合了，就是可以隔着回合用。我看一下三成就，没有三成就，没有三星哦。何为魔道？欲战无双啊！开门迎客了，我可助你。有营生。我这个打他超难打，65啊！见识领命。我不要过去好了，因为我这个萧二好像只能再挡一回合吧。就是那个护卫好像只剩一格。你看他打我兵里耶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给我跑了？都别争，我先上。他怎么这样子？竟然跑了、欸，他竟然跑路了。哦，有够难打的。有营生，何为正道？来把它围起来好了，围殴！哇，真的又跑了哎、欸！他跑去找谁啊？他我可助你，这样有点难打哦。他一直给我跑，我追不上啊！我先上，见识领域，追不上，追不上。哎呀，他免不掉我了，他免不掉我。都别争，我先上。他免不掉我是还好，他还不打我啊！开门迎客了。我刚应该给他包起来的。我们逆一下，我们把他包起来。不过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穿透我们这个，直接穿透啊？有的可以无视障碍穿透啊。我直接上一回合好了，我再上一回合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对付他。好，就这个吧。把他围起来。都别争，我先上。何为魔道？开门迎客了，万象盛景，我可助你。有营生。啊！我有，好痛。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他应该会打我兵力啊，让他打，反正他打不出我兵力就好了。那我们这边就乖乖的把他围殴起来啊。开门迎客了，等下再补。见识领域，那先补好了。
好了，这边我跳过，我自己把它磨死好了。希望可以在这个回合式把它磨死一下。好，终于要把它磨死了，终于啊，11回合，有够难打的、啊。主要我这个兵你没伤害啊，你看完全被克，打那个几百而已啊，打不出伤害啊。都别争，我先上。好，把它灭了，把它灭了。当然他65位阶啊，我这些才62左右吧。谛听从不做亏本买卖。为什么要打他？因为我在想他后面有没有什么小关卡会跑出来啊。看一下。65嘛。哦，没有耶、欸、他只是挑战而已啊。他只是成就而已啊，只是这个成就而已啊，这样就比较没啥用。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小关卡，不过这是67，我想应该更难打，那没办法，奖励就不拿了。好，十只系的部分，昨天打到十只二嘛。实质上我看一下哦，时间是还有了，我打两只猪是不是？这鸟跟猪啊，不上岩属性，不上岩属性。好，时间还有一点点，我们来玩一下吧。岩属性不能上哎、欸，好嘞，那我不就要上别的奶妈？其实这个还好啦，我们那个上黄甫生单挑就可以了。不以天道正五阴，黄甫生，御一皇，都给我死！我看一下哦，成就，三回合五回合不上岩属性阴灵嘛，那还好啊。然后就这样吧。不过图离忧。那我这个没有用什么魂石啊。霍继使瞧不，反正他会变猪吧。天天是，我可重你。一决雌雄吧！一决雌雄吧！这个兵力应该可以上去打。帮忙消一下，这样就消到那个8%多少一下，他就变身了。只是待会我们要去拿那个啦，我要去拿那个这个东东。那有一种东西就是绕路。其他人不动了，我可助你。我嘞，我应该是不能死亡吧？死一个是不是？我这个没带那个，没带东西，离他远一点，让他去死吧。见识领域，这可以走过来打。昂昂是不是？昂昂。何为魔道？拜拜。他是我们的诱饵啊。他应该要变身的，变成刚刚又是个这个相印啊，相印感觉是反派啊，没有啊，他是神明啊，神仙。我可助你，见识领命。何为正道？
完蛋，拿不到宝箱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可助你。我走太慢了。走太慢了，结果宝箱没拿到，尴尬。好了，那我再自己来拿宝箱吧。就我不知道他那么脆皮呀、啊，就直接被我秒了。这个玉皇太强了，他算是第一个加我的别伺服器的好友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加我。难道是看了我的影片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跨服，目前跨服了，他就第一个加我吧。后来就是其他人在加我这样。好，那这一期就玩到这边吧。玩了一关十之戏嘛，困难的十之三，幽城幻剑路，然后打了一下那个小竹过河啦，小竹过河还是没办法，战地呀、啊。未接还是没办法，比较难打，这个我就没办法拿，那就先玩到这边啦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